大家早上好，今天早上要买点猪肉，买一点点猪肝，有点买点香菇，煮一点香菇肉丝面给亚拉的猪早餐。谢谢妈妈，谢谢，好看。嗯。为什么？你妹妹早上妈妈早餐，猫咪。见观众，你说什么？我说什么？老婆 ，I will cook for you time. I will care you. You're my princess. 我。Maybe in your dreams you cook. Yeah, but I will love you. 面来了，面来了，香菇面。嗯，是了，等会儿你去休息，你去上面休息，我要去干活。不是，嗯，我去干活。一起上班，一起妈妈不是。不用不用，天热了，你要好好休息。不，一起。看好不好吃？好。嗯。嗯，放一点香菇，好吃呀，这个面条。我的面呢？一边去。一二三，耶！